腊肉炖佛手瓜。对，我去。大家好，我是东宝啊，今天来了来家搞点夜饭菜。那在家。先外面看一下。好，来这儿摘点佛手瓜了，来这里。外面还没摘完了。在外面谁都摘得到吗？嗯。谁看到就谁摘呗。没有吗？哦，外面就这么一个大的啊，去里面看一下吧。嗯，多美。哇，慢的。佛手瓜还是高产啊，特别急。嗯，而且它只要种一次，你可以吃一辈子，它每年自己就是又长出来了啊。但是它喜欢雨水多的时候。嗯，这么大。雨水多它才会长哦。嗯、像夏天的时候没见过它长。嗯、一般这个季节就开始有了。哦。够了，够了，吃都吃不完，袋子都承受不住重量了。应该还能再个一两倍的，我们不要多少，吃不完。这边全部是在下面啊，接满了。嗯。种一颗吃吃不完。对，这上面还好多。嗯。这，这么大包。太多了，这东西啊。走，我们去山上。加分两个肥料的，加一两个肥料的，你要加分两个。这个饭也吃不完啊，一家分点。今天晚上就搞这个佛手瓜炖腊肉啊，腊肉还有好几坨，再不吃都要熏腊肉了啊。离冬至就一个月左右了啊。三锅够没？我们够的吗？够的。还剩好多。而且他们待会儿一家分一点嘛，他们自己来取了的。嗯。现在终于会吃这个佛手瓜了啊！这个皮一定要刮的，这个皮梆一捏。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这个吗？对，它皮要全部吐掉。我们第一次吃这个的时候没削皮，然后就觉得哦好硬。嗯，我觉得它一棵树可能我那个皮卡那个箱子能装一箱子，太能接了。它接了一波，然后又下雨，它又接。嗯。你雨不停，它也不停。除非天气特别冷，就不接了。我们在山上也种棵吧，今年种了，没种活，没种成功。可能种在益阳那边也种了，也没种成功。今年再尝试一下。嗯。这个地方那个削不到。嗯，可能刀这么短。吃得完了，我们吃得完，相信我们，相信自己。这腊肉应该好吃哎，这东西吃新鲜好吃。嗯，糯糯的。耶嘿，搞猪肠子起来。没吃，还没吃炒菜哦。嘿嘿，搞得对没？我就带点。你这好吃啊？带点来吃点。嗯嗯，好吃好吃。今天搞什么好菜，小伟？你啥子啊？你没吃吗？你咋喝？这个好吃啦，如花，这么大的。哎，
我吃不完。你光倒不一串光。一串光我吃不完，你们吃。我折好大把的，下头人都挤满的。折完的下头折哦。恭喜。恭喜。这是那个冬瓜的那个馕哦。嗯。只有单独可以做菜。啊，好吃。这道肥菜怎么包起来好吃了？火速煮的，入味入味的。嗯。搞出腊肉啊！等这个火腿瓜。那都吃不是吃不完了啊！取完排骨工，取点瘦肉下来啊！你这肥的也肥，你有这么着？其实呢，只要把这个排骨取下来，这坨瘦肉在上面，这样的五花肉这么切是最好吃的。但是你说妈都不带肥肉啊，我也很难受啊。俺们往哪走头？这头都是你的筋肉啊！炒菜去！慢点，你让我去，我不晓得，我去煮。我去刀子，我让你搞去煮的我。我去刀子，他在煮菜呢。老瓜很好吃，嗯，这个子可惜了，把瓜子抠了，有点好细。哎呀，嗯，你抠这瓜子是当中还是起哦？起，有点壮硬，比较起。冬天止火哦。嗯，止火没有起的好起。不是管你哪有？冬瓜就是咱们大妈都过来咱俩拐过是那个我跟杨老友他们那个啥事儿我没看他也壮壮的洗他也不用吃的一个是洗两个是洗新炒腊肉你说老子喝多肉我发现我们的腊肉没炒之前是白色的炒了之后就透明的放冷腊肉火腊肉火腿瓜我这个下吃点酸我这个坏点酸的你看我怎么喜欢火锅了还在这里吃的腊肉炖佛手瓜哎呀我去这么吃掉吧吃了这样够你好那现在你天天看你是你死了够死了吃个牛肉炖挺好的等会老炖好吃嘿，腊肉，香味儿，好，正宗的五花腊肉，好吃圆的，谁叫你吃那么快啊？现在知道了吧？啊，
粉丝们都说了，你这个吃的太烫了，不要吃那么急，然后一定要多嚼几下。这东西适合老人家吃。年纪大的哦，这又不要怎么嚼。嗯。实际上叫佛手瓜，和瓜类差不多，它基本上煮烂了都是很容易嚼的，很容易吃的。好家伙，东北一滴一碗饭起源的。嘿嘿，我刚刚喝了，好家伙，我们学说我呗。我用的干什么用的？哎，高月，你们一个就，你一休就起哪个了？哎呀，演几天了？我装。白工期，哎，进入女工期，我带肥猪，关系都搞好了。你要炒点汤面。哎，五花肉好吃。今天我搁这儿做，来汤好下饭。汤也不咸，这是。不咸一点。我觉得，要是从这个菜出去卖的话，这个绝对赚，对吧？大赚，因为产量好高。我觉得这个佛手瓜，它那个口感有点像冬瓜。冬瓜。冬瓜。那比冬瓜好吃，冬瓜里面。口感像冬瓜，但是味道没不是冬瓜的味道。这工人要不就是搞了呗。二十多。我看他这边做，我感觉没有大。啊，大伯猪养了有一两年的哦。很年了。我们的猪才养半年嘛。大伯猪有点长毛的，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天气冷嘛。操场里还没有肥。别装了。我把你这部位都比他了十块钱，用了几块钱。他这是偏山林嘛，然后冬虫的夏虫吹下，他冷吗？还没下，还没下过哎。